中铁快运已经连续第六年参加铁路电商黄金周的运输工作。今年我们预留了哈尔滨西站至大连北站的这个高704次的这个预留车厢，为快递企业呢提供了库到库的这个运输。那么同时呢，中铁快运利用高铁运输成网的一个优势，开行了我们有当日达、有次日达、还有三日达等这个特需产品。